所有现场的每一位来宾，所有的贵宾朋友们，大家晚间好。OK， 好，来，那么再一次呢，非常的欢迎光临我们所有在场的每位来宾，所有的先生们、女士们，大家您在百忙当中抽空最宝贵的时间来到我们布兰达拉多这里来啊，就是我们的慈德庙哈，就是我们的慈德庙啊，那就欢迎我们的今天呢是我们的这个农历七月初五啊，也就是我们的这个多利亚百星球宝诞日。那希望呢今天晚上在我们同一个晚间呢拥有着我们的几位歌手为大家献唱开唱表演以外，那今年呢第一个晚间呢也是会我们的大家都非常熟悉了一年一度的拍卖会，那所有的物品已经在我的面前了，已经在也是在大家的面前，就是说在我们的台前，大家您可以先看一看您哪一个这个您心仪的物品，那等一下可以把它出更高的价钱把它标回去，因为呢让我们的哈这一年度的2024年我们慈德庙的这个拍卖会能够进行的非常圆满的落幕，因为有大家的支持，让我们的本庙能够每一年能够提供更棒的节目，提供更棒更美丽的这个场来给大家，你们觉得不觉得今年我们的这个慈德庙这里的本场呢特别特别的美丽，特别特别不一样，对吗？来一个掌声给我们的所有的理事会一下好不好，谢谢谢谢我们的哇，大家非常的用心了哈，来提供给大家这个非常这个棒的这个舞台。好，那么今天晚上呢，那等一下呢，我们还没进行我们的拍卖会之前呢，我们先来邀请我们今天晚上为大家呈现表演的几位歌手，我们先把它一一的为大家介绍先。那首先呢，今天晚上呢，为我们打头阵呢，就是我们的这一位百变女神，就是我们的丽文小姐，我来呈现这首，她要跟你们说，我曾用心爱着你。来，我们掌声欢迎丽文小姐。谢谢我的金牌师，大家晚间好，为我丽文带来第一首歌曲，为你带来一首我曾用心爱着你，谢谢。
走，你是否会想起我？几种感情完后，日子不再有，点燃这灯情换晴空。你总是如此如此如此的冷漠，你总是多么多么多么的寂寞。哦，时间多年，你我各奔东西，我会永远把你留在生命里。你总是如此如此如此的冷漠，你总是多么多么多么的寂寞。哦，时隔多年，你我各奔东西，我会永远把你留在生命里。我曾用心爱着你，谢谢我们大家的鼓励掌声。亲爱的各位嘉宾，大家晚间好，很高兴也很开心今天晚上能够有这个的宝贵的机会，能够站在这台上为您相见，为您演出。我是来自本地的丽文，非常荣幸，特别要感谢我们的头家晚会今年度还有给我利文这个机会，能够站在这台上为您相见。那好呢，今天晚上是七月初五，那是我们的慈德庙的佛法神们的千秋宝诞，希望呢我们的佛法神会保佑我们身体安康，阖家平安，生意兴隆，财源广进。那好呢，我利文第一首歌曲为您带来这首我曾用心爱着你，接下来安排的歌曲一首，安排一首两个人的回忆一个人过。那非常感谢我们的巴雷布拉基送上这红包，祝你身体健康。来，我问问一下，来安排一首两个人的回忆一个人过，因为我们的歌手个人呢两首歌曲而已，那等一下还有第二轮的时间。那今天晚上呢有拍卖会，那无论是本地还是外地的朋友，请您大家大力的支持帮忙，谢谢。来呈现一首两个人的回忆一个人过。
算。一个女人其实要的并不多，不知什么时候我们没有人问候，寂寞的人寂寞的歌。你知不知道我爱你就像飞儿不像我，为什么你不懂女人的执着。你知不知道我对你就像为爱着的魔，傻傻的我们的时间交给我们的金牌司仪。好，谢谢我们美丽的丽文。虽然呢，我们今天晚上呢，哈，就是只限了两首歌曲的时间了。等一下呢，拍卖会过后，我们还会为大家啊登场演出，希望大家能一起拭目以待。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欢迎我们下一位将为大家登场的，就是我们也是来自本地的玉玲小姐来呈现这首。爱你一万年，来我们掌声欢迎玉玲小姐。Thank you， 谢谢我们的司仪。
的掌声。好，大家晚间好。首先简单介绍一下，好，我是来自本地的赵雨林。那今年是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能站在我们布兰达的这边跟大家相见哈。那我也不多说了。那也是要感谢我们所有的班尼迪啊，给我一个机会，还有等一下也是有拍卖会，请大家要多多的支持一下哈。来，也是我第一轮的 last song， 安排这首诺言，也是巴勒点的歌，这首诺言送给大家。来，这首诺言送给大家。我不明白时间为什么会让我感到那么多伤悲，我不知道相爱的两个人留不足一个褪色的诺言，我不了解沧海桑田要用那么多来改变，我不相信付出过的真心要收回就能收回，我明白人世间的沮丧只因为我们所谓的缘分，我不知道只是你的借口还是我把爱想得太天真，我不了解天长地久要用这么多的寂寞来等，是你让我的心痛一天比一天无奈，人在风里，人在雨里，人在的岁月里漂流，你我不能从头，不能停留，不能抗拒命运左右，想挣脱为爱戴的枷锁，熄灭为爱点亮了灯火，一个破碎的圆，破碎的美梦，留它有什么无奈，人在风里，人在雨里，人在的岁月里漂流，你我不能从头，不能停留，不能看去命运左右，就这样松开紧握的手，熄灭为爱点亮了灯火，让爱走，让爱拥有自己的自由，我的寂寞来的是你让我的心痛一天比一天深，无奈人在风里，人在雨里，人在的岁月里漂流，你我不能从头，不能停留，不能抗拒命运左右，想挣脱为爱戴的枷锁，就这样松开紧握的手，熄灭为爱
诺言，献给你们，也谢谢你们的红包，把时间给我们的诗怡。好，那我们今天晚上的所有的来宾呢，越来人潮越来越多了哈，再度的欢迎光临大家的宝贵时间，谢谢大家来到我们慈德庙，那这里来就是来参加我们第一个晚上的这个歌台晚会，还有当然有我们的拍卖会，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大力支持一下啦，等一下哈。好，来，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欢迎我们下一位美女，她即将带来的这首跟往事干杯，来，我们掌声欢迎佳琪小姐。谢谢我们金牌司仪。来，我们第一首歌就这首比较轻快版的《跟往事干杯》，献给我们在座的各位嘉宾们，谢谢。过了许多次，你是不是觉得累？这样的滋味，你我早有体会。也许是被人伤了心，也许是无人可了解。现在的你，我想一定很疲惫。人生几盏香酒，有的苦。这样的滋味，你我早晚要体会。也许那伤口还流着血，也许那眼角还有泪。现在的你，让我陪你喝一杯。干杯，朋友，就让一切成流水，把那往事。昨天的伤悲，请与我举起杯，跟往事干杯。几盏香酒，有的苦，有的烈，这样的滋味，你我早晚有体会。也许那伤口还流着血，也许那眼角还有泪。现在的你，让我陪你喝一杯。干杯，朋友，就让这一切成流水。把那往事当作一场赎罪，明日的酒杯我在要早就昨天的伤悲，请与我举起杯，跟往事干杯。干杯，朋友，就让那一切成流水，把那往事当作一场。酒杯我在要早就昨天的伤悲，请与我举起杯，跟往事干杯。干杯，朋友，就让那一切成流水，把那往事当作一场赎罪。明日的酒杯我在要早就昨天的伤悲，请与我举起杯，跟往事干杯。举起杯，跟往事干杯。
在座的各位嘉宾们，谢谢有听到您的发财掌声，非常感谢您。今晚的人潮也是非常的热闹哦，欢迎欢迎您来到了我们一年一度我们 CDBO 的歌台晚会及我们拍卖会的晚间啊，非常感谢您的到场，谢谢您。那首先来个简单的自我介绍，那也是来自本地淡中槟榔的陈佳琪啊，那今年度也是来到了我们庙里啊，那也是一起来参加我们的阿北的这个监秋日啊，那也是当然非常感谢啊，我们今年度的头家理事会们啊，我们班里弟兄们都给我们每位歌手这个宝贵的机会能来到了我们此地，那也在也是跟我们在场的各位朋友们您所相见。那刚才第一首歌安排一首歌往事，刚被一首比较轻快的轻快榜的一首网络流行曲子，第二首歌我们就来一首比较轻快的曲子先啊，献给我们在座嘉宾们，就来一首真心英雄，那先给在座嘉宾，希望你会喜爱这首歌，谢谢。那当然待会儿我们也是有我们一年一度的拍卖会，那我们在场的各位老板老板娘们啊，那当然可以看看一下我们今年度的物品，那待会儿有兴趣的也是可以支持一下我们一年一度的拍卖会啊，谢谢您。会唱的朋友一起唱来一首真心英雄。在我心中曾经有一个梦，要用歌声让你忘了所有的梦，灿烂星空谁是真的英雄，平凡的人们给我最多感动。晚间好，谢谢您老板啊，谢谢。但愿人间处处都有爱的踪，我们的歌换你真心笑容，祝福你的人生从此与众不同，把我生命里的每一分钟建立我们心中的梦，不经历风雨怎么会彩虹，总有人的随随便便成功，生命里每一次感动，心爱的朋友热情相拥，让真心的话和开心的泪在你我的心里流动。谢谢我们老板你所献上来的发财红包啊，谢谢你。我心中曾经有一个梦，要用歌声让你忘了所有的痛，灿烂星空谁是真的英雄，平凡的人们给我最多感动，再没有恨也没有冷痛，但愿人间处处都有爱的踪，用我们的歌换你真心相拥，祝福你的人生从此与众不同，把我生命里的每一分钟建立我们心中的梦，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把我生命里每一次感动和心爱的朋友热情相拥，那真心的话和开心的泪在你我的心里流动，啦啦啦啦
在你我的心里流动。 Thank you， 谢谢真心熊，谢给在座的嘉宾们，也谢谢你的发财掌声以及你的发财红包。那我们再度把时间交给我们清帆诗怡。啊，谢谢，不敢当，不敢当。好，来，谢谢我们所有的朋友们，您的到来越来越热闹了哈。那等一下呢，我们再请出我们本场的这位呢，美女哈，这是我们来自本地非常著名的月美小姐，为大家呈现这首《沙啦啦》，来，我们掌声欢迎月美小姐。谢谢我们的诗怡。
谢，哇，咱安尼只拍破十半尔，就呢，大家破写多多写细波，哇，安尼只对啦吼，什么啊，夫妇。OK， 好，大家晚上好。先来个小简单自我介绍哈，我是本地的月梅，同样的青年度啊。这一次的刚下那首《为把你滴呀》啊，什么刚刚播上你啊，得几逆料，给我这个机会来到我们慈德庙哈，为大家唱歌表演，谢谢你们的这个爱戴支持，感谢哈。还不忘了今天晚上要大力支持我们这个拍卖会。OK， 还谢谢大家送上这个红包哈，谢谢。还有点唱的这一首《女人的选择》，特别送给你们。来，巴莱罗蒙安，谢谢。还有谢谢所有哈，我们老板、老板娘们送上这个红包，感谢。啊，不会吹 lyric， 吹波，吹波也 lyric。来，特别送给你们。眼泪差点犯罪，我的心痛在痛，干了这一杯，我和你今生无交集，你用酒精防备，我说什么都浪费，你忘了你爱谁，你的眼怎会看见我心碎，这人陪我度过多少夜，也许我曾经被记忆错配，你怎能自我唯一是罪，世界谁会在乎我心碎，难道你没有一丝感觉，女人的选择我没有绝对，难道要我想你想归，送给你们 ，Hello。可以可以。Yeah.
选择都要送给你们，希望你们会喜欢。谢谢热情掌声，我们把时间交给我的诗怡，谢谢。去 ，OK， 来，谢谢，谢谢我们的这个月美。好，来，那么所有现场的朋友们，那我想问一下，我们的班尼迪，我们要开始拍卖了吗？可以了吗 ？OK， 那我们先来邀请所有的歌手先来这一首阿伯哈，来有求必应哎哈，来大的阿伯，来我们邀请我们所有的歌手，我们的谁呀、啊？我们的来丽文、艺林、月美、佳琪，还有我们今天晚上呢，这个有我们的帅哥老师阿 Ken。帮我们伴奏哈，那非常的感谢我们，所以再次的非常感谢我们所有的这个贵宾朋友们您的到来，谢谢哈。我看到还有些是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哈，大老远来到此地。哎，可有可能报来，可有可能报，但我弄掉阿 Ken 了。来来，带来这首《有求必应》的《大地阿伯》来献给我们的阿伯，还有我们现场的朋友。都希望我们的阿伯能够保佑所有的朋友都能够阖家平安、生意兴隆、财源广进、兴啊、旺啊、发的。祖家那边香火，祖家那边香火就拜香火，就拜大地阿伯。就拜大你阿伯，大家拢嘛安尼讲，行船开车若要顺风顺风顺水哦。就拜大你阿伯，大家拢嘛安尼讲，大轿若要连走。就拜大你阿伯，大家拢嘛安尼讲，马上若要出门哦。就拜大你阿伯，大家拢嘛安尼讲，求求。Bye, buddy.
垂架 ，OK， 来，那我们先来就先来播放，对哈 ，highlight，OK，、okay, 来 ，operator silakan ditayangkan dulu sebuah video highlight， 来，大家可以观赏一下哈，这个就是那个Yayasan Tiong Yi， 来 ，inilah kegiatan-kegiatan， 这所有的我们的这个。中义基金会的这个活动，哇！
兄啊，翁啊，哇！好事好事啊！